杰伦哥，哥杰哥做菜，让你瘦变得很简单。又来到我们的快炒店系列了。杰哥那天在炸豆乳鸡的同时，我想说，其实很多人用豆乳这个东西去配青菜。我想说，那如果我用豆乳鸡再配青菜，这个应该是会蛮不错的。于是我那天就马上炒看看，味道超对。那同时也有很多人问杰哥说，我在炒那种炒菜，我跟毛毛是不要炒我切成个肉酱。没关系，其实真的非常简单。照着简单的步骤，教你做出一道超级美味又超级简单的豆乳空心菜。简单哥也想知道你们在吃饭的时候通常都配什么青菜呢？你们的下饭的青菜是什么呢？也欢迎在下面动动留言给我知道。在没开饭之前 ，YouTube 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本专说简单哥按赞都用抢先看。IG 简单哥、脸书简单哥大家庭，还有我们的简单哥小家庭带群，也要一起去加入哦。每一个按赞、分享、爱心加留言，都是我拍片成长的动力。接住，来，我们先热锅一下来喽啊！这里有豆乳，我们现在这个酱料调起来。那这个是酱油，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来，然后这个卡在这个这里的，我们把它煮软。好 ，OK， 彻底均匀之后，来，我们放旁边，锅子热，来，我们下油。练了，千万要来，我们鸡肉下。好，来，拉开油啊嘞，开始快金黄色的时候，来，我们下午的蒜，冷静，爆香一下。来，刷到你用出来啊，我们这个空心菜，我们先下梗。叶子留最后，梗因为它底它点好，所以它起码先个底。来，你要叉材料，我们的叉叶跟着下。好，来米酒，变一个枪米出来。来，再来，我们刚的豆乳酱来了的。来，再来，我们的盐巴、白胡椒。来，最后加上我们的辣椒。拌炒个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来，我们的超级绝配的豆乳空心菜完成。那个人没有吃吃时间，豆乳空心菜配上白饭，真的是哦。来，我废话不多说，我先吃看看，一样绝配。哦，这超下饭的。有了这个做法之后，以后你的空心菜不再是单调的炒蒜头，不再是单调的串串起来浇蒜头炒搅把子，多了一样做法，又有肉，但是非常多味。这个方法我真的也会用在高丽菜身上，我觉得是百搭，太美味了。你说谁吃晚饭了？如此简单，就能变化出不同的炒青菜的方式。你们在家里也可以试试看。我们的豆乳空心菜超好吃吧？有一天，小明对着山洞大喊说：“不让进来不？”结果里面山洞传来说：“呜！”没两秒钟，小明就被撞死了。那是虎生鸣笛的声音。拜拜。